上海参加慈善晚宴。那么激动干嘛呀？别人说的我不敢相信，可这个消息我可是在潘素老师的工作室听方小雨讲的，这总没有假了吧？真的吗？太好了呀！你又进不去，你这么激动干嘛？那可是凯曼时尚的慈善夜啊，都是有头有脸的人才去的。说谁没头没脸的？这啥呀？长的，人家的头和脸是能刷的，就你这张脸能刷得进去吗？那刷不进去也能刷，刷得进去也能刷。总之我会想办法，我就是要进去。行，嗯，你要是能进去的话，那我就什么？就请你吃饭，没问题。不过你说我这来的，给你带了这么一个好消息，你说你是不是得提前大鱼大肉伺候着？哎呀，上当了！喂，这里人好多，管得好严啊，都有保安，我都不知道我能不能进去。但是不管怎么说，我一定要进去见我最喜欢的设计师。行，不跟你说了，拜拜。哦，喂，刘爽，方总监的电话你有吗？哦，好吧，那我再问问别人吧。哎，方总监，来参加慈善会？如果有邀请函的话，那应该是。没有邀请函。你有吗 ？C 班给你。那还能用吗？开玩笑的。那就恭敬不如从命，谢谢。哦，好吧，能不能帮我问一下别人啊？方总监，方总监，邀请函。哎呀，我是跟方总监一起来的，刚才打电话的。不是，没有邀请函不能进。方总监，哎，方总监，方总监，你干什么呀？放开我干什么呀？哎呀，哎，你干什么你？小姐，我跟你讲，没事。对你还来动粗，小姐我投诉你。师傅，你怎么还没有进场？快开始，我们进去吧，进去。哇，我居然拿到了亚历山大冠名，今天真是太谢谢你了。哎，我也是知名设计师，你怎么不想给我邀请函？你等我一下，我找一下。找找啊！开玩笑的，这么认真。哎，方总监，你对我的大恩大德如滔滔江水一般，我真是无以。啊，行了行了行了，你要真想谢我呀，请我喝咖啡去。哦，现在有点晚了，我改天请你吃大餐。也行，我车就在前边，我送你回去。哦，没关系，我坐地铁很方便的。那我走了，你注意安全，拜拜，谢谢你哦，拜拜。你好，方先生，谢谢。有事吗？方总监，您说带我参加慈善晚宴的，我一直在找你。答应过你吗？你上次亲口说的。你看，我为了参加晚宴还专门定制了这套衣服。这套衣服不是……不好意思啊，我可能忘了吧。这件礼服多少钱？卖给我吧。我不是来问你要钱的。那还有什么别的事吗？我看见你带墨菲进去了，然后呢？你为什么要带他？你明明是先答应我的，还是他在你面前说我坏话了，对不对？或者是他给你许了什么好处？不好意思，白小姐，咱们俩熟吗？凭什么来质问我呀？不是，方总监，哎，我还没说完，你能听我说？
他，他到底哪里比我好？没事吧，这位小姐？啊，来来，我扶你起来。没事。我看你这是遇到什么事儿了？你跟我说说，我能帮你。不用了。这鞋跟也断了，大晚上还是自己，我送你回去吧。你放心，我不是坏人，我是海妖集团的。这是我的名片，我叫朱海天。面来喽，快吃吧。我吃。怎么了，曼曼？你不是去参加慈善晚宴了吗？怎么不高兴了？没去成啊？你不是特别定做了一套礼服吗？到底发生什么事了？你告诉我呀，曼曼。本来我是能进去的，我不知道莫非怎么就突然出现，就把我的位置抢了。怎么又是那个女的呀？她怎么老跟你过不去啊？行了行了，别生气了啊。要不是她，我当年能被学校开除吗？要不是她，我今天能这么丢人吗？要不是她，方总监对我，他就是嫉妒，就是见不得我比他好。行了，咱别哭了。我就是想不明白，你说他长得也没有我好看，身材也没有我好，怎么就……哎，你这说的对，啊，他在你面前什么都不是，你跟他计较什么呀？是不是？来吧，咱吃口面食，好不好？我不要。哎。我今天特意去给你买了个礼物，你看看啊。嗯，包治百病，赶紧看看，快点。怎么了？不是，曼曼，这怎么能是假的呢？以前我就不说了，这个真的是真的，我存了两个月呢。你以为我看不出来吗？我就只配用假包是吗？不是，曼曼，你好好看看。我不想看了，受够了。曼曼，上一次怪我，没有对咱们绣坊的情况了解的。